还没，我们今天才来看的，因为他们昨天好像好比赛，然后今天才在更明确看，就是最近的比赛。对你涉猎的程度了解吗？就是可能还是也是可能类似他们都打法吧，就是还是照自己节奏去做，因为毕竟我投方式是比较好的，所以可能打法会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，就是比较。你应该都是对东方球队比较熟，以往好像是这样。我觉得他们比较，好像比较不会打中下，所以对他们，对啊，就是好像对他们来说，就中下比较少。他们比赛也是情况明确，打法上面还行。要等今天啊，因为其实我还没看过正式比赛，就是做几个片子了，可是就是还没有很。就等今天开会。对你来说，这个球队这边